哇！在家做什么？那也因为没有工作的关系，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变多了，也开发了很多新技能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。那早上起来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先去刷牙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看过我刷，有，好像有看过我刷牙画面。再给没有看过的人看一次，我平常也算是一个比较早起的人，但我的自然醒是9点或10点，我就是一个非常注重早餐的人。天哪，我发现现在是一个大素颜的状态吗？昨天我就问球团说，那我刷完牙到时候拍做早餐是可以化妆吗？然后球团就跟我说，还是希望我们美美的，是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化妆不好看咯。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还是稍微化一点妆好了啦，为了不要残害大家的眼睛，我们先小小简单的稍微化个妆。我觉得女生有没有化妆好像真的会差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勤劳化妆的人。那我们现在去做早餐，因为我也从来都没有煮过给大家看，所以大家不知道。今天呢，大家真的是第一次看我煮东西哦，我们来去做早餐。我喜欢吃早午餐，所以呢，我就会以吐司类为那个我的主食。那我们先开始备料，我们去拿一个特别的，好不好？冰箱视角。通常都是男友视角，我们来不一样的，我们来一个冰箱视角。那我们要拿我们的材料，有培根、起司、吐司、奶油，2颗蛋好了，哦，2颗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蛋打进去。跟大家说，应该没有人会一只手打蛋的，我今天来示范一只手打蛋。来，会，哦，哒哒哒哒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怎么地板也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蛋，把它混蛋，啊、哦、不是啊，混蛋，就是把它两颗蛋混在一起。好，差不多 OK 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吃吐司会把不喜欢吃边，所以呢，我要先把吐司的边边切掉。好哦，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吐司切好了，切边之后呢，要开始煮那个配料。配料主要是培根要先煮熟。那平常呢，培根都欺负曲艺嘛，今天我们煮了它。嗨，我是一个没有吃早餐我就会心情不好的人，然后也听说没有吃早餐的人比较容易变胖。所以大家不要再睡到晚上了，知道很多女孩好像都睡蛮晚的，
就是很会睡，听说他们都是可以睡到下午的那种，但是我是完全不行。大家看一下，肥肥的皮根，终于要放我们的蛋，撒在上面，让它变成一个圆圆的这样子，再放上我们的吐司，稍微沾一下，然后等它比较熟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包起来。它其实有点像法式吐司啊。那这个蛋呢，就可以把它包上去。先放 cheese， 然后再放我们的菜。松露的话加下去，什么东西都好吃了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盖上去，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就拿出我们的盘子，把我们的刚刚的弄起来。这样子有成功吧？就是有一点小丑，但是一定是非常好吃的。虽然呢外表不怎么样，我们不注重外表吧，然后它里面应该是非常漂亮的这样子。哦，是不是看起来好厉害？大功告成，是不是看起来超好吃的？耶！最每天最喜欢的就是享受早晨的时光。哒哒。真的不夸张，这大概是目前我住进来煮过最好吃的早餐了，完全不输外面的早餐店。大家是不是很想吃我做的早餐？但是就是防疫期间，其实在家里就是吃睡吃睡吃睡，所以呢一定是变很胖。我觉得没有球赛真的差太多了。等一下哦。Hello， 你好。是修冷气的吗？哦，修冷气的，吓死我了。哇，这是谁？因为我刚搬进来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冷气就是会滴水。我们冷气师傅终于把我们的冷气给修好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我们地板现在是有一点，就是有点脏。新家的地板因为是白色的，所以很容易只要有一点点脏呢就会被看出来。那我们现在稍微打扫一下家里。好哇、哦，那吃饱喝足了呢，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居家染头发。我们不能去发廊，但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染头发。出发！这种是我染发的吗？我找一下，染头发的没有，奇怪了嘞，去哪里了？找到了，哒啦！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居家染头发。哎。但是我们要在厕所还是在厕所有点暗欸，还是我们在这边？怎么感觉在这里染头发会被我给毁了？那我们还是选择在厕所染好了，因为如果弄脏的话可以马上洗掉。那其实染头发之前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前一天就是尽量不要洗头发，就是不要把那个油脂洗掉，因为油脂其实是可以保护头发的。好久没有自己染头发哦，所以呢我有点担心这次会变成什么颜色。但是我们染之前呢要先保护自己的衣服，因为我穿白色，如果没有保护的话会直接变成会被染到。弄塑胶袋好了，因为没有那个维多布。哇哦，哎，好像还蛮好看的哦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是布丁头的部分这么的厚，那我们要开始咯。应该是直接抹在头上吗？然后就可以挤在头发上，主要是要染发根，就是我头发太多啊，我觉得好像不够哎。
完成。让我们拿那个保鲜膜把它包起来。哇哇哇！我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毁了。等待的过程呢，我来看一下我们家有什么特别的礼物。这边的柜子有放什么东西？这个球，朱玉贤的签名球，这是我一个球迷送我的。那其实我这算是我的第一颗球员的签名球，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很值得珍藏。这颗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，我觉得很棒，然后就把它带来了。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就有收到一瓶酒，然后这个酒叫做 Erviva、欸、这个酒跟我的英文名字就是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天哪，也太有心了吧，定制这个酒给我。没想到这个酒是因为这个牌子它的名字就很刚好的跟我一样叫做 Erviva， 所以呢这个酒是专属于我的酒。然后你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哇，天哪，太开心了。然后呢我搬家的这几天呢，然后牧原就拿了一个这个来给我，想说哎，什么意思，是强迫我中奖吗？就是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有那个相框了，就是要我挂起来的意思，所以我就也把它挂起来了。好了，好像有改善还蛮多的哦。那最近呢，因为在家没事呢，其实也会在家拍拍照。最近有买一台新的相机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这是真的，我自己买的。买相机有蛮多好处的，除了可以帮别人拍照，其实呢在家也可以自己拍照哦。我觉得一开始就不要买太便宜，一定要买到一个中阶的阶段，然后你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呢，你还会想要用它，不然就会浪费了。自己也是可以在家训练啊，或者是像有这种落地窗，你可以拍外面的风景啊，然后有时候这边有夕阳啊，拍夕阳就是也都蛮疗愈的。其实在家还是有蛮多事情可以做的啦，看你自己怎么去运用时间。那以上呢就是平常呢我在防疫期间在家都会做的事情。那最后呢想要教大家用一个口罩，因为我们平常戴口罩的时候，戴上去的时候旁边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漏洞。那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做出立体的口罩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口罩对折，对折之后呢，我们要把两边的头都打一个结，然后的时候要靠近我们口罩，这样子才会密合。打开之后呢，这边会有那个会有洞口，把我们把它塞进去，凹进来之后呢，把它折起来，这样子折起来，这样子呢口罩呢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变成立体口罩。而且立体口罩的好处是它戴起来比较不会闷热，而且比较好呼吸。它戴起来会比较小哦，但是它是很密合的，这边跟刚刚一开始就是差很多。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有出门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，一定要把我们口罩戴起来，如果有护目镜也把护目镜戴起来。那希望疫情赶快过，希望可以赶快在球场跟大家见面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喜欢呢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，那我们下次球场见咯，拜拜。